在近代史上，中日有过两次战争。第一次是1894年，大清帝国在这一役中战败。第二次，中华民国1945年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我们的故事忠实地记录这半个世纪辛酸悲壮的历史，尤其是1937年到1945年最后的关键八年。有人说，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桥腾越了人与人之间的障碍，所以自古以来，中国民间都肯定修桥铺路是做善事。没想到，一座善意委婉的卢沟桥，竟然成为八年残酷战争的肇始。卢沟桥的枪声已经过去70多年，70多个年头，人间已经过了三代。当年在这里打仗2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今天有幸健在，也都90多岁了。历史记载，1937年77事变，在卢沟桥爆发了中日两国长达8年的战争。严格的说，这个说法并不正确。一，近代史上，这一次中日战争其实早在1931年的9·18就已经开始打了，所以前后应该是14年，而不是8年。二，7月7日那天晚上的冲突，第一声枪响已经过了午夜，照讲要算8号才是，所以不是77，而是78。三，从打头，日军攻击的目标都是宛平城，所以那场仗不是在卢沟桥打的。由此可见，所谓历史的真实，难免存在还原差异。因而才会被扭曲、被篡改，以至于侵略者可以不承认那是一场侵略战争，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国民党军队也可以被指为不抗日。摸摸良心，讲一句真话，果真有这么难吗？虽然卢沟桥因77事变而扬名世界，但事实上，这座华北第一大连拱石桥已经静静地横卧在永定河上达800年之久了。
卢沟桥的大名远播西方，是700年前的事。在《马可·波罗东游记》中，它被形容为一座巨力的石桥，后来洋人都称它马可·波罗桥。早在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之前，中原势力的扩张和文化传播就一直是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古道，东渡桑干河向北延伸的。而今天的卢沟桥便是古代的这个重要渡口的故址。公元1192年，卢沟桥在恶水中构筑了3年之久，才正式完工。根据古籍记载，金代的这座桥插柏为基，雕石为栏，栏上石狮抱腹，不可生计。这表示先人打一开始要造的就不只是一座桥，他们还在船形桥墩的分水尖端镶上3角铁柱，以锐角迎击冬天的伏兵，称斩龙剑。又在凤凰台上加了6层压面石平衡桥基，使卢沟桥在风霜雨雪中巍立浊流800年，形容不变。1980年经精密测量，最严重的东二号墩仅仅下陷11.5公分。北京人有一句歇后语，卢沟桥的狮子，意思是数不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280根望柱上的280只狮子，身上还躲着、蹲着、背着各式各样的小狮子，所以要数清它们还真不容易。卢沟桥的狮子另一个特色是，每一只都长得不一样，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只只刻出来的。加上无定河的喜怒无常，800年来只要河水暴涨一次，总有几扇栏杆被冲毁，连同望柱上的狮子也跟着葬身河底。所以历代在修缮桥栏的同时，便需要新刻一些狮子来补充。如此冲了刻，刻了冲，日积月累，卢沟桥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座历代石狮雕刻艺术馆了。在姿态摆出的狮子群中，我们发现每一代作者都想突破前人窠臼，独创一格。他们反映当代背景的创作热忱，都刻在狮子的身上，流传了下来。卢沟桥两头燕翅桥面上的碑和碑亭是另一项精美的建筑，尤其是卢沟晓月。其实这里早在中都建成的同时，就被金章宗钦定为燕京八景之一了，但到了清代，乾隆皇帝提了这4个字才抢走了风头。那么卢沟晓月究竟指什么呢？您不妨看看今人落日卢沟沟上柳，送人几度出京华的诗句吧。卢沟桥本来是出入京城的第一个驿站，相去京都大约20来里路，无论骑马或是步行都要花上大半天时间。客人和送客的人朝辞京城，到达这里多半已是日落黄昏了，当晚留宿客栈，煮茶谈心，等到第二天拂晓，他们在桥头话别的时候，蓦一抬头，竟然发现一轮小月尚未西沉。月色在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的无奈中显得分外凄凉。此时的卢沟桥就像长安的灞桥一样，折柳送别，离情依依。由此让我们领悟到卢沟晓月
原来可以不在天上，而在人与人的情谊之间。换句话说，人间假设没有情谊，那么迎来送往便只剩下虚文，卢沟晓月充其量也只是一块皇帝提了字的石头罢了。卢沟桥横跨耀金两岸，数百年来承受着人间沉重的负荷。想当年，多少学子从这里赴京赶考，又有多少朝臣过这里告老还乡。桥面上坑坑洼洼的，是久远的蹄印、车辙，也是历史。但卢沟桥要说的还不只是历史，而是文明。可惜1937年在卢沟桥呈现的却是一连串的野蛮行为。当时日军已经把平津两地团团围住，就等一个借口好掀起战端。7月7日夜，驻丰台日军越界演习，声言失踪一名士兵，要求进宛平城搜查。宛平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团长吉兴文断然拒绝。日军增兵包围宛平，29军副军长秦德纯派宛平县长王冷斋出面协调交涉。当时中日实力悬殊，中国军队根本没有交涉的筹码，而对方盛气凌人，陈兵城下就是筹码。但王冷斋仍然单刀赴会，直奔敌营。此时已凌晨2点，失踪士兵也已回营，日方态度傲慢，仍坚持要进城查出原因。王冷斋费尽口舌，徒劳无功。回城中，他看到日军已连夜纷纷向宛平城集结。拂晓4点45分，王冷斋回到城里，不到5分钟便听到枪声大作。中日全面战争于1937年7月8日凌晨4点50分正式开始。往小范围来看，这几声枪响也意味着华北平津保卫战的正式开始。这一役，中方的战斗序列是这样的：在29军有个直属军训团。1987年在接受访问时，教育长张寿龄说，当时29军那个处境是很险恶的，那么为了增强和充实部队的战斗力量，成立了军事训练团。军训团设在南苑，50多年后，我们找了一位当时还是受训的学兵，他回忆说，我们在南苑受军训，早晨这个还没起床，听到了炮响。起床点名，集合点名了，队长集合点名了。队长就提出一个军事通报，就是这个日本人在大陆沟桥，日本人侵犯陆沟桥，选择陆沟桥已经打起来了。我们听到这个报告以后啊，大家都吼起来了，吼起来了，好，就是终于打起来了，是那么多心理。7月9日，日本驻屯军指挥官河边正三旅团长罔顾阵前口头停火协议，悍然下令炮轰宛平城。10日，坦克部队加入攻击，219团浴血死守城池。宛平3失3得，战况惨烈。当年参与这一役的219团娃娃兵王文汉说，他那个炮一炮那个空那下那边咣炮弹就破了，那快点看他那个炮弹砰没得到了，一人都落了，我父亲就是炮弹砸在头都没有了。你有没有找到他的尸体？看到了，尸体没拿下来呀，拿了要10公尺远了。那个副连长啊，叫杨正光啊，
他说你不要去了，那人家给跑那去了，你们那算了。我说我一定要去，我死我要去。我说我拉得下来，我就把他拉下来，拉不下来就杀。没有办法，就没拉下来就我就受伤了。7月11日，日本五项会议火速自东北朝鲜调遣3个师团和18个飞行装队增援华北。7月20日，平津战区的日军已多达18万人，29军在他们的防区里苦战了24天，终于寡不敌众，败下阵来。29日，北平失守。30日，天津大沽口沦陷，平津之役至此落幕。在中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上，佟麟阁、赵登禹在这一仗中壮烈牺牲。1940年，张自忠阵亡于湖北南瓜店。1958年，吉星文在823金门炮战中不幸阵亡，其他人也先后谢世，只有张寿龄在1995年受访时，还津津乐道着当年29军的风采。我一想这队伍，就包括29军，对日本人是敢打的，现在不把他放在眼里头。在这个3个星期里头，凡是29军的，不论是官兵，你有涌着门进来，一进城，那拉车的，一看是29军的穿军装的，不管你是官兵，来来，你坐上，你上哪儿？不要钱。没了。那么走在街上呢，有好些个这个商店里头啊，端出茶水来了，拿出点心来了，能吃。60年后，我们来到了宛平城，过去的县政府现在已经改成抗日纪念馆了。在战火中被摧毁的城墙多已经过修补，但新砖和旧砖之间多少会有点差别，因此战时清起的痕迹依然依稀可辨。在东城偏北角上刻意保留了一片未经修葺的老城墙，从上面密密麻麻的弹痕，可以想象当时战斗是多么惨烈。毕竟60年过去了，连炮弹坑里都已经开出了野花，这朵野花让我们体会到战争和平原来是如此接近，生机往往在毁灭处萌芽。1997年清明节，外警队在卢沟桥头访问了29军副军长佟麟阁的长子佟兵，他说：“29军的装备，那就是主要是大刀片跟步枪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他们就一直拼到下午3-4点钟。”后来军部命令他们要他们撤回北京。后来我父亲就带领着学生，就是走到大红门那儿，打到大红门那儿，最后就是壮烈牺牲了。今天是清明节，我带着我的小孙女到这个卢沟桥这一带看一看他祖父战斗过的地方。在60年之前，就是29军和日本的浴血奋战在这个桥上。我父亲呢，也同样是牺牲了60多年。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仅仅39岁，这么一个年华。那么我2岁，我的哥哥4岁，我妹妹是一父子，我的小外孙女呢，在那儿啊，她也正是我当时的年龄，已经是啊
将军的第四代了。显然，早在他出生之前，这场战争已经结束，但他的生命却来自于那里。这叫渊源，也叫历史。就像卢沟桥是一座桥，也是中华文明一样。后人也许很纳闷，为什么日本军队能在中国的国土上军事演习呢？这真是一个一言难尽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说，卢沟桥之役并不是中日战争的开始，当然更不是结束。因为就算从1937到1945年这八年间，我们还要打38931次像宛平这样规模的战斗，1117次比这里大十倍和22次比这里大100倍的战役，这场仗才算打完。抗日战争对中华这个民族而言，是一个壮烈的时代，也是个悲惨的时代。也许您错过了这个了不起的时代，但您可以在我们的记录中看到您错过了什么。